小女儿的名字，她比较开朗，人比较开心，就觉得乐乐就觉得进来吃饭的人都觉得开心。马来西亚有马来人、印度人跟华人，那华人也是，我们马来西亚华人也是有跟中国那个粤菜也是一样的，因为这个味道比这里的中餐馆的味道不大一样，很多洋人都不会接受。我们的学生是马来西亚吧，马来西亚学生，因为他们是传是武汉学生是中国，所以就以为这里全都是中国学生，就家庭课就肯定不大会来。但是打工，我们华人都是比洋人机会比较少一些。那你来英国的地方，你只能可以自己选择做回你自己的特色。像我们这一代的话，过来大多数都是做餐馆，做厨房也挺辛苦的。这种是劳力回来嘛。这个时代他们都是可以学习到比较好一些的东西，就可以出去见识一下。